中国照片档案馆馆藏照片1000万张。近百年来，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在这里大都有存留。本以为久已淹没的历史深藏在这个影像秘境，走进中国照片档案馆，就打开了一部国家相册，你也许会来到从未见过的历史现场。